一味难求的家常简餐店。内湖这家小食堂每到用餐时间就人潮汹涌，听说遇到客人催菜或没吃完的话，老板娘还会骂人。已经将近一点半，店内还是客满，近一半的人桌上还是空的，应该是还在等菜。忙碌的程度果然名不虚传。菜单上有8到10款的主菜，可选附4款自制小菜的套餐较划算，也可另外单点主菜卤味。听说鸡腿和排骨是招牌，自然要点来试试看咯。排骨香酥带微甜，外皮薄脆不油，咬下时有肉汁，就算放凉也还很美味。鸡腿炸得很酥脆，肉质细嫩滑口，让我一吃就停不住。酱汁虱目鱼也是用炸的，不过会再淋上店家秘制的酱汁，微甘微辣不死咸，有解腻的效果。卤味也让人惊艳，豆干和鸭蛋酱香饱满，风味迷人不过重，吃来很满足。可惜瓜子肉口感有些糊烂，少了点咬感。虽然卖的是简餐店菜色，但是每种都吃得到店家在用料和调味上的用心。难怪即便要等，有时还得看老板娘脸色，大家还是吃得很开心啊。懂新闻，想吃就要耐心等报道。